好，我的名字叫子琳，今天给大家画一个画教题。我画的是一个小恐龙，材料有深绿色、橘红色、亮黄色、白色和黑色，还有绿色。然后呢，还有是调色盘。右上角是我画的草稿，今天我们要画的是比西画。第一步，已把恐龙的身体的颜色调好了，然后就可以看把恐龙的身体上上色了。的刺要深一些，下一步就要给恐龙画腮红了。还有眼睛、眉毛、嘴巴、牙齿。现在我们要开始画背景了，背景我选择的颜色是亮黄色，这样子能显得小恐龙可爱一些。现在我的画已经完成了，小恐龙的样子已经出来了。嗨，有它这样子的尖尖刺，黄色背景，很大的绿色身体， 白色肚子，粉红色腮红，还有眼睛和眉毛和鼻子和嘴巴和牙齿哦，还有小胆胳膊。然后还有我的名字子琳，之后呢还有2020年。喜欢的小朋友就跟我一起试一下吧，推荐欢迎看我的频道哦。